他们知道即将到来的结果，还会挣扎着想要活下去吗？所有道路掏一下，评为所有的预兆都指向德玛西亚。你也水晶瓶啊，掏一下。我大可以把他们都杀了，但这比我向他们证明我的贡献可残忍多了。掏一下，评为次要。掏一下呀，这没掏着，他没有扣了，往前压。平A，掏一下 WC， 平 A， 掏一下。恶魔讨价还价，尤其是当你想要控制他。掏一下，炸！我的炮车，掏一下 W 击炸，吃饼干不是饼干，吃药。平 A， 平 A 守卫，平 A 掏回来，点燃吸炸。他拒绝了那么多的球，当他们的眼前有自己的，再见，我溜了。他们的秘密也在其中。那能溜吗？我那遗失的章节，算了，回家吧。马赛克的兄弟啊，如果觉得画质有问题，你可以切一下蓝光，就不糊了啊，就不糊了。我不知道咱到底是这有的兄弟啊，可能是这个后进来的，一开始不知道，这回我说完了啊，说完了，别再胡了啊，别再胡了。蓝光没有，原画又胡，能不能看了？怎么没蓝光啊？没蓝光吗？我这怎么有蓝光 4M 原画 1080P60 呢？可见到的就是可征服的，没蓝光。你知道没蓝光的原因是什么吗？一开始有蓝光，为什么后来没蓝光？因为我重开直播了。我为什么重开直播？因为有人说糊了。炸！所以蓝光没有了，主要赖你们自己。下众人的权力。掏一下，炸！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？现在是5:08。一会儿5:20我们会断网。没办法，我忘了重启路由了。他老会这个时间段断网。掏一下。哎呦我的车。平A，炸！吃个小饼干吧。掏一下，炸！再见。再说一遍，我就会告诉你。炸平 A， 吃小饼干掏回来，虚接大招点燃，闪现炸。
接炸。这狗屎啊！敞开的哎，我掏着了这人马，回家。命运不休，七 W 溜炸。快走吧，没蓝了，还不走，我可走了啊，我可走了，你们乐意打就打吧。听到他们在喊我的名字，这样的遗言未免太过轻率了。兄弟，这波的卢仙在你这塔前，你不给我打他？让你烧，你把 E 给我交了。七炸平 A， 你干啥呀？你要进塔杀我呀？疯了呀！这，我欠他，没有听说过，这是我最轻微的罪名。先吃他一手塔皮。掏七炸平 A 炸掏打放着七炸平 A 接炸接大招接炸，哎呦我好危险啊！这个塔皮，我们回家了。我任凭一个蠢货跌跌撞撞跑在我前面，我就没法带。厕所回城，这有点危险。既然如此的危险，我们再收一波兵吧。那是因为他们看。我不仅不走，我还得吸你一下子。这剑姬其实能杀，等一会儿啊，他卡兵线，让他卡。为多数，别着急啊，他好像很想杀我，他起杀心了，看着没？哎呀！咦！救命啊！钱够没？钱够了，这回差65块钱，没办法，差点钱。这么站撸了，哎呦天哪，这得追呀！钱够了，
我不可能让你好好的吃兵，我告诉你。下波你再来啊，人马。他们越是想杀掉我，哎呀，就越证明我的道路是正确的。好，打乱了西炸，炸，好一下，西开大炸。啊！这什么防御塔呀？我靠！我以为我死不了呢。早知道我早点炸了。哎，我来个布件还。Killing spree。谁到了？这塔怎么打得那么狠？太雷了！还有个积木，可以啊，积木。哎呀！送了一半的人头，别急啊！即将脱落。Killing spree。下边那啥？我真的明白，决定总会带来后果。你这用完 Q， 你 Q 没吸地了，这意义在哪里呢？这不还是得让我掏吗？我好希望那银马可以来呀、啊，最好能带个蓝 buff 过来。还好是我的。剑尖儿呢？死了。剑尖儿去支援还死了，那你不亏死了。失败了 ，W 没炸着。哎呀，等个泰坦吧，我们卡个 bug。啊，我们等泰坦复活卡个 bug， 正好炸他一手。啊？干嘛呀？跳弹，掏回来，吸放，宰了。这人马就非得要追，我死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你给我全杀了。哎呀，我最后美甲窃魂卷没出来，我这要出个美甲窃魂卷，这波就得拿个六成书。四成熟。
重启路由器啊，还有五分钟我们就会就断网，兄弟们啊，注意。重什么起？现在重启不现在断了吗？但很有可能也不断，这玩意儿主要看运气。今天心情好了，可能不断。哦，好的。我炸一下。他们总希望我的手段能够公平一些。断网了，我也会重新连上来的，没有关系啊。炸着了，那应该死了。炸，行呗，完了，摁错了。我想摁药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给摁错了。这玩意儿还是放在二键吧。我在冥想时会杀人。既然再把这个样子的话，我们把这个给卖了。早知道得打50块钱了，我给他赶紧来个美甲窃魂卷，下一波是我们美甲窃魂卷25层的时候啊。几点了？22了，还有2分钟啊。这银马晃啥呢？你干哈呢？啥意思？哎，全是我的。回事儿啊！还不断网啊？还差1分钟啊！投降了，哎，正好完事儿，正好投降。如果24没断，那28可能断。看看啊，还没断。